当般若波罗蜜经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尔时，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次第乞已。还至本处，饭食讫，收衣钵，洗足已，趺坐而坐。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“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，善女人。”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！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咐嘱诸菩萨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，应如是住。如是降伏其心，唯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否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否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否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性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，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食。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性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。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，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3藐3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：
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须陀洹国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，我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，我得阿那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名阿那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证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佛告须菩提：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否也，世尊。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否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甚前福德。复次，须菩提，随说是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因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
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”佛告须菩提：“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”须菩提：“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”须菩提：“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”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”须菩提：“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否？”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”须菩提言：“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”须菩提：“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”“否也，世尊。”“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”“何以故？”“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”须菩提：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”尔时，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，而白佛言：“稀有，世尊。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则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“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”何以故？须菩提：“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”须菩提：“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”何以故？须菩提：“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节节知节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”须菩提又念过去于500世做忍辱仙人，于尔所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，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则无所见；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终日分
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。何况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。如来为发大乘者说，为发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则为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乐小法者，着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给予此经，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因恭敬坐礼环绕，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，已经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，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即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。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否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以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作是言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即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说，譬如人身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
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，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是真是菩萨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否？如是，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意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，佛世界如是，名为多否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已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，世尊，此人已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；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否也，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否也，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否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助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，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寿者。
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尔时，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此菩萨甚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，于意云何？是微尘众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是微尘众。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。须菩提，若人言，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意否？否也，世尊。是人不解如来所说意。何以故？世尊说，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非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性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须菩提，若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？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